喽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我是小曼。刚刚测完核酸，现在给汉汉去看牙了，第二次看牙，今天一看应该就完了。今天星期一，还是上网课。北大街，早上在这儿买点吃的，711。711，哇，各种羊里会夹热吗？他这又夹热。有啊，你看，那吃的都有，啥都有。日本的品牌。难怪。你想吃那个猪肉吗？不，我想吃个鸡肉就行了。他这有这个。好的，这个。啊。自己打。我疼了。我想吃了这个萝卜，一会儿给他看完牙再过来吃吧。因为这个咱这个拿到医院去，一会儿。还有一个。豆浆是什么味道？早上没吃，买了一个鸡肉，还有豆浆。到了，先在这里看牙。挂号。先在这儿排队等一下，等着一会儿叫号。711的豆浆，这一杯是3块。这应该都是那冲粉冲的吧？不是，先抹点。之前做牙是只看一次牙片。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是每次来做一次就排一次。完了没？用了半小时。啊？用了一个半小时。还有？完了呀。休息一会儿。哦，挣了一个半小时。总共花了多少钱？差不多1200吧。大夫本来说是预估1400，最后看完少了200。那还不错呀。给汉汉刚看完牙，但是我们的就诊卡还没有推，因为中午他那个前台收费的下班了，所以先买一点这个关东煮垫一下。刚好汉汉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，等一会儿回家再吃。这是萝卜，这个是豆皮，这个是虾肉丸。嗯，没那味道。蘸着这个汤。尝一个肚皮儿，嗯，还挺好吃。现在快1点了，因为这边也快上班了，我来推一下这个就诊卡。中午的时候收费处这一块下班了，所以刚才没来得及推这个卡。退完了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中午就要吃个冒菜，不能堂食，一会儿带走。回来了，要了几个外卖，现在在公园这边坐着一吃。这小孩不上学，这河边停的满都是车，满都是车。难道都是灵活就业吗？要了2个冒菜，还有刚给涵涵要的关东煮。看萝卜，烫不烫？开吃，开吃，饿的不行了。汤倒完了。嗯，咱们挺好。嗯，嗯。香不香？饿了，2点了。2点才吃饭呢。涵涵刚才看我吃的这个可香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又给他带了一份。三鲜呢？咋还戴个墨镜？眼睛发炎了。嗯，你这冒菜才10块钱一份，眼睛。这家这冒菜真是实惠，味道也好。来个米饭。辣。嗯。我说妈妈，嗯，你是不是看着我爸只是戴了个眼镜对吧？嗯。那个墨镜，其实他戴了一
他戴了一个眼镜，又戴了一个墨镜。啊，对，嗯，对，要不然他看不见，他近视呀，粉黛啊，还有脸彩之类的。你别跑远了，我没给你戴手表。好。这假账弄的也没办法，你多戴玩儿点合表。那另一个方面是什么？好多人都没工作，都是灵活就业。合表停车停慢。丸子给你留着啊。哎呀，这个萝卜香的哈，然后再点一个。其实大医院还是比那些个人办那个诊所收费要便宜一些。嗯，肯定嘛。不过就是排队人多。嗯，就麻烦很。人特别多。还有提前预约，提前一星期预约的。觉得看牙太贵了，还是要好好爱护牙齿。你以后不要早晚都要好好刷牙呢啊。嗯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